原来上妖上惨的时阵，我想要吃的不是什么山珍海味，是一种上普通、上熟悉的滋味。紫薇，紫薇，冬雨已经来啊，赶快来坐。你两个吼，足久无来安尼，是毋是去佚佗啊？哎，你也未点菜哦？那安尼吼，我得爱穿甲正正同款嘞，好不好？多谢老哥。嗯，来。比较看到你，是啊，你多少班了？嗯，来谢你哦，这两碗面，稍等了。来，这小菜，待会交代。多谢老板。我自己来就好啊，不要紧了，关系啊。哇！这头家哦，真正足热情的嘞，搁专工穿一个小菜，互咱分来吃。唔免分来吃啦，你吃就好啊。是的啊，是我讲唔对话啊，咱都已经无做伙啊，袂用讲分来吃。我的意思是。我迄牛排啊，日本料理，食了足鲜的，啊，雄雄想要食一寡较简单的，你拄下班一定就要的，你食就好啊。安尼听起来，你应该过了足好的，昨晚弟对你咁好。安迪对我真好，阮过了真幸福。那你阿爸应该足欢喜的，伊真心甲你叫伊囝婿，无好意思无。伊即摆逐工咧找恁去食大餐，拢袂欢喜。紧食啦，面要过期啊。天下空日头落山，心内有淡薄苦涩，思慕是算啥，一人一半，最后剩我伫这。我对你亲像迷茫，哪有听是谁来答？世事的变化，情分一晚，今晚跟钱老板。你不要回去，还是我送你。不用啊，等下安迪会来载我。我是啊。再见。听讲你苦闷，过顶心痛，破碎无奈的生活，无缘作伴，明知路狭，袂堪。等到天地相合，归西情相偎，依依不舍，不甘将你放下。
改看卖。今仔日的约会行程就是为你讨单。我对你亲像密码，哪有听？多谢你。是相爱的，世事的变化，情分一半，相爱敢有影？原本就是讲，迄个时阵的日子，又过艰苦，又过散场，想要靠煞是上弟弟的时阵。想要哭，想要笑，想要任性，拢有你陪在我的身躯边。啊，不过我煞无法度回去啊。最无奈的生活，无缘做伴。我的路，今嘛在另外一边。袂堪过苦涩，愿望两字相扛，我一心回头。不敢将你放下，依依不舍，不敢将你。这卖的人哦，是愈来愈无教养啦。这是公共场合呢，讲话这么大声，都唔免考虑到别人感受哦，直接就无水准。姐你啊，伊即摆是咧讲咱哦。嗯。啊，咱伫咧遮开讲，敢有碍着伊啊？你是啥物身份？凭啥物安尼骂人啊？遮是咖啡厅，毋是菜市啊呢。奈有一挂吼无出阵的人哦，伊伫咧遮中央中去啦。我看吼，我还建议咖啡厅的头家啊。以后在这爱设门禁啦，卡免哦，和好心蚊仔爬入来，影响到别人的心情。口气真大，嫌吵，你有才调就把整间餐厅买下来啊！若是无法度，就点点。我甲阮阿姨就无共款啊，阮只要一出手，就会当把整条路拢买下来。有鬼心情就叫不开心。就会当伫个咖啡厅讲话遮大声性，你真奇怪呢！大家拢是来遮消费的，凭啥你就较高尚？啊，阮就是好心蚊啊！哈，妹妹先，我去。你妹妹啊，来，继续妹哈。啊，我这边就该落去了。我一条，过你过较死。妹啊，继续啊！你做你路啊，阮才无得惊。阮公司的律师一大堆，穿便便等你。就是讲咩？做菜发凉菜。完了，我敢有讲唔对？是你先开始的呢，是你讲话先大声好不好？我是倒位咧大声啊，吵到要死呢！是你话吵哈，阮两个人伫咧开讲，到底碍着你啊？你真奇怪呢！恁两个人是有病是不？小时候恁没人啊？妈，麦彩云，咱来走。等，要走会用的啊，先叫伊到阮会室内啦。两位阿嫂，人家对你顾阿汤来尔，你妈妈安尼讲为难。你个啥阿嫂？小安弟，你的目睭是藏在垃圾内底哦。你奈伫遮啦？安弟，你有识识哦？你奈伫遮啦？小安弟，你愈来愈唔是款哦。拄才是迄阿舅妈，是讲阮两个人无水准，我才马倒转去的呢。啊，你代志无顾好清楚，都在替人讲话。赵安迪，你是好日子过伤久，袂记得恁姐也想无法度恁想好办话老是无？主持人，我警告你，今仔是妈安排，我来跟人家属联姻的。你是你的双亲对象，就普通的呢。你若想要知影伊是啥物人，你家己等伊问嘛。你若想要过下这桩婚事，安尼拄好顺我意。也毋过你转起来家己干嘛交代，都交无伫代啊。安迪，到底是啥物状况啊？无啦，一场误会。至于是阮阿姨，至于是阮姐，拢是熟识的人。
因只是开工生巧，无歹意啦。对啊，咱嘛算是不打不。哦，唔对，不骂不相识。林总、林某爷，温馨来啊！阿姨，是嘞，阮这有时阵是较暗吧，拄则若想到位去得是着你的所在，请你莫甲伊计较。我搁一摆代替阮这向你回信嘞。亲像你这款富二代哦，这样有礼貌，啊做事大，搁再有尊敬少年人哦，已经无济啊啦。啊，白白共款的白布嫁出来的，卖啥济哈？卖徛呀，坐来讲。姐啊，今麦什么情形？我唔是要来破坏这层婚书，让因讨厌我的吗？那一天都越来越加分啊！不错，佳姐，金德叔一定要跟你讲，我今日请你来，是要修改我的微笑。正经维修的内容，是我要甲宪法百分之十的股份，留给陈政府的保镖。因为即摆已经找到人啊，所以马上甲股份过给因。伊的太太叫做江碧玉。好，那我马上准备内容，然后等陈处长签了了，然后马上行好。多谢你，阿你麻烦你啊。没耶，宪法的股份没有江碧玉。淑芬，请胡林出去，我来讲证书。董事长，我是盛发集团的董事，你要把盛发集团的股份给我人，我想你不应该太丢。我今麦所讲是我苏林的财产，不输，请你继续，卖受影响。没个，你困好，我得阁紧要把你赶出去。我已经做好准备，要向江小姐请罪啊！那你姚母嘞？你敢有替伊想过？姚母感觉你同款，这么勇敢。这个代志我会甲姚母讲，我相信伊一定会同意。你就这么有把握，敢票一年完两年？伊那是知影伊红尘安那死的，一定万分的自私啦。请这骨头跟你往来，那呢？你想要暗中照顾伊，嘛无办法啦。你安尼讲，你只是无愿意看到你的死对头有好日子通过。你就是一个心肝这么坏的人。算我求你，你想要弥补陈正兴某囝有真侪方式，干咪你爱摕咱村爸的股份给伊？你到今嘛阁无了解，这毋是摕。我只是把原本应该属于政府的物件，献给伊的家属。哪里属于我的物件嘞？我的幸福，我的快乐，我完整平静的生活，谁来还我？周信桥，你从来冇顾虑到我的感受。我白日已经死去的陈正伟后边，我会捏吞论。啊，不过在你的心肝内，今麦江碧玉搁摆在我头前。是你比我更重要，这口气我忍不下去。你谁都没来收。这二十几年来，我总算会当面对我自己的良心去做一寡弥补。是我的太太，你可不愿意看到我呢？我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好啊，你要提上百个份给江碧玉来弥补你的良心。啊！不过你唔知影要安怎向伊开嘴对无？我是你的太太，我来替你代代方方把这件代志讲出来，好我来替你实现你的愿望。